走进发型沙龙，震动人心的音乐，明亮夺目的水晶灯，夹带着阵阵扑鼻的洗发精香味。这边正在进行一场时尚及美丽的考试，而这间沙龙的店长蔡雅涵正凝神看着旗下的设计助理们努力地发挥各自巧思，期盼能获得他及评审的青睐，挤进设计师之流。灵动的巧手，轻慢飘落的发丝，低吼伴奏的吹风机，构成了一首没有音符的舞曲。而在舞群中央的蔡雅涵，看似自信、坚强、大方的她，却也曾在自己的家庭中深深被破碎。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我们小时候都有唱过这首歌。我的家庭真可爱，贞洁美满又安康。这首歌听起来好甜蜜，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歌中的滋味。今天来到真情部落格的这位来宾蔡雅涵，其实呢，在他的心中恐怕家庭是一首变调的歌曲，深深的烙印在他的心里，而且后来还变成可怕的枷锁。我们欢迎雅雅来分享他的故事。你好。你好。雅雅，听说你在国小的时候其实家里环境是还不错的。家里爷爷是开工厂的，然后爸爸就是跟妈妈很早就结婚了，那他们就是都在爷爷的工厂工作。那后来爷爷工厂收掉之后，开始我们家里收入就开始不好了。那因为爸爸就是很爱赌博，那可能爸爸妈妈很早结婚，所以他们的感情就是有一些问题。但小时候你不明白，你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所以每一次其实爸爸都从我很小的时候他都会打妈妈，对，然后是很长期的。所以在家里面开始产生经济的压力的时候，爸爸妈妈的那个不和就又被更凸显出来。其实那个时候你们家靠什么为生？妈妈就做六合彩，然后养我们四个小朋友。可是爸爸后来都是跟妈妈伸手要钱，是不是？对，然后外面他也就是用赌去维生这样子，然后甚至也有欠高利债、高利贷的费用这样子。所以因为爸爸这样子的长期在外面赌博而欠下来的这个很大的债务，导致爸爸妈妈之间的感情其实出了一些问题嘛，对不对？爸爸好像外面有别的女生，可能只是暧昧，但是妈妈就很容易吃醋，那可能话语上面就太容易激怒我爸，那我爸就可能又更就觉得，哎，你这样说我越要这样子做这样子。那他们感情开始破裂得非常的严重，每一个晚上都会听到砰砰砰的声音，那很严重。一次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家的空地前面是很大的，因为那是爷爷的工厂，大概400多坪吧。那妈妈因为想要追出去追爸爸，让他不要跑走，所以爸爸是倒车撞妈妈，因为妈妈是骑车，然后就从门口一直打，然后就喷血，就一直打到里面这样子。那我跪着求我爸爸，可是还是没有停止这样子。所以你看过爸爸对妈妈不只是用打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因为他太过愤怒而造成的行为，对不对？因为爸爸不会打我们，可是妈妈就会找我们出来，然后可能会在我们后面裹着，对，然后可是他嘴巴会一直讲，我爸爸会更生气。有一个晚上，我记得我很清晰，那一次我没有出我的房门去保护我妈妈，我听到我妈妈一直大叫，因为我爸爸把他衣服烧掉，然后头发很长，把他剪到很短。然后隔天我看到我妈妈，我不敢看她。那也因为那一次之后，我妈妈跑走了。可是妈妈其实是想要爸爸回家的，对不对？对，她希望他回家，所以她以前会逼我们打电话给爸爸。可是如果我们不打，她就会说我要自杀给你们看。然后我跟我妹就会打电话，我们觉得为什么要打电话？打电话回来，爸爸就是会再打她嘛。我们就觉得就爸爸不要回来就好了这样子。可是她就要我们打电话。她其实是很爱爸爸的。对。他很爱爸爸，所以他为爸爸自杀很多次。我跟妹妹回家有时候一开门，我们其实都会很紧张。我记得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就沿着门口的路线看到他的血迹，然后我们就想说他做了什么事，然后就可能他割腕，然后地上都有血，
然后就回他房间看，我妈妈就在我们面前吞了一瓶这么大瓶的安眠药，然后说你现在就叫你爸回来这样子。你们家有长辈吗？有啊，爷爷。爷爷在？爷爷在。爷爷会不会出来阻止爸爸？曾经过，可是爸爸一样骂爷爷。他们两个状况是连外婆那边全部一起跑来家里住在我们家了，我爸爸还是就是他的那个情绪的那个暴怒是非常连家，就是连长辈在都没有用的那一种。但是你们在啊，你说爸爸因为不会打小孩嘛，对，所以你可以劝爸爸吗？我们会挡在前面，可是你那种没安全感在心里面很久，然后大一点的时候他一样继续打他，那可能我大一点我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可能希望推开他，那爸爸很生气，在当中可能也有打我一巴掌，然后我就流血。我记得那一次我爸爸还打电话跟我说对不起。那爸爸有对小孩做过比较特别表达爱意的事情吗？因为我怕他回来又打妈妈，所以我都会故意睡在我爸爸的位置，然后其实他回来我都很容易惊醒，因为小时候的经验嘛，所以半夜都很容易惊醒，所以他一回来其实我知道我都会闭着眼睛，然后我想说我爸爸会不会对我怎么样，既然他已经这么坏的人了。可是我爸爸会很安静的都会看我三秒，然后会把我抱起来，然后回我的房间，好帮我盖棉被，然后让我睡觉。可是其实那时候我已经醒来了。嗯哼，那个感觉怎么样？幸福。很想留住那个幸福，对不对？妈妈一大堆的这种心里面的怨恨或是害怕那种苦毒，嗯，他有人可以去发泄吗？妹妹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哥哥也有自己的朋友，那我就比较会听妈妈说什么。会不会很大的压力？会，我会很大的压力，可是又觉得没有办法。现在能和众人谈笑风生的蔡雅涵，曾经在求学时惨遭同侪排挤，在人群中总是显得孤独落寞的她，还是渴望寻找她那从未品尝过的关爱。心理比较不健全吧，会觉得，别人的家庭是这样，我的家庭怎么都是这样子的。以前他爸爸比较怎么讲，可能就是他讲几句我就顶吧，他就是气氛都不好，会影响小孩子，小孩子会怕，他有时候会摔东西或打我，那小朋友就会怕，就躲起来这样子。那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参与他的成长这个阶段了，因为他刚好是在，我记得是，我只买一辆摩托车给他上下课，啊，后来我也很少在家里了，所以也没什么知道。他国中还蛮多人追的，可是女生就还对他就不是很喜欢，对，就有时候在学校会出言恐吓啊，或者是对会说啊不要让我遇到你或怎么样怎么样的，可能是眼红吧，反正就动不动就要警告他，然后可能骑摩托车在路上遇到，可能就故意要弄他，女孩子哦，就可能要拉扯一下他的头发，可能有因为男生的原因啊这样子，然后就是故意要找他麻烦，有的没的。那时候也不是过得很快乐，所以我在想，可能才会导致说，我会觉得他很爱玩吧，国中的时候很叛逆，对。可是其实我不知道说，其实他在学校有这样另外的一面。在一个家庭里面，父亲本来是应该担任保护者的角色，但是没想到变成伤害的源头，而妈妈这个安慰者的角色又因为本身的嫉妒还有很多的不安全感，结果反而呢把她的情绪转嫁在这个半大不小的你的身上。其实到后来你的家庭的环境一直让你没有安全感，对，也没有感受到有一份稳定的爱，对，所以其实你有过想要离开家里的念头，对不对？有，我在国中的时候毕业的时候，也顺着爸妈觉得反正新竹也没有什么的科系让我喜欢念，那我也觉得好，趁着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赶快离开家里，所以我国三毕业爸爸妈妈说那你到台北去念书好了，因为外婆他们都住台北，我就说好啊，真是太好了，我就好开心。其实知道经济不行，他们感情也没有好，其实知道打架的上瘾一定会上瘾，可是我就觉得
哦、不管了，我一定要赶快离开这里。对，管他你什么时候都好，只要离开这里就好了，对不对？你放假会回家吗？一开始一个礼拜会一次，后来就两个月，然后再来就三个月。逃离家里之后，你有办法从同学或是朋友或是打工的同事身上去寻找到那个你长久以来没有获得的那个爱吗？没有办法。我觉得我好像从很小的人际关系都很有问题耶，从幼稚园开始吧。啊，我记得我幼稚园就开始逃学，然后一直到国中、高中，就是一直人际关系很有问题。我一直很想讨好我的同学，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我妈妈常说我长得很矮、很黑、很瘦，然后我就觉得开始对自己的肯定感很低啊。嗯，经济很糟，然后爸爸妈妈天天打架的状态里面，其实你们几个孩子并没有受到比较好的照顾，对不对？没有，所以那时候妈妈又跑掉快一年左右，我们家四个小朋友都被分开住，就是我住在阿姨家，然后妹妹住在姑姑家，然后弟弟住在台北的外婆家，然后哥哥一个人住在我们的原本的家里。你自己要做家事吗？会做，可是我都做不好，我都把衣服洗到破掉，然后有时候煮东西给哥哥吃，泡面就上面都硬的，然后水饺皮都掉了。然后去学校的时候，同学都说：“蔡涵，你的衣服怎么破掉？”然后我就会说：“没有啦，可能被蟑螂咬吧。”就乱讲。所以在那个没有被好好照顾的环境之下，你会觉得老师同学看你的眼光会让你觉得自卑吗？会自卑，因为好像同学不太喜欢我，然后我的老师可能我功课的方面我就没有人在帮我盯，我也功课不是很好。对，所以在自己的情绪里面蛮多的，好像那种环境出来的那种你脸上似乎就写着我是没有人保护的，我是没有人照料的，对不 对, 对, 对，所以人家好像可以用他们的情绪或怎么样肆无忌惮的来对付你。对，你到国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国二的时候我被学姐打，因为那时候那个学姐有一个男朋友好像要认识我还是要追求我，我不知道，可是他就很不开心，然后很多人呢，大概四五个人吧，打我、踢我，然后拉我头发、打我巴掌什么等等。你有跟老师讲吗？老师就觉得你就是去记忆班就好了嘛，干嘛一直待在这种一般的升学班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我都已经这样子了，可是老师也没有特别理会我。那我回家有跟妈妈讲，结果妈妈就有来学校。你后来上高中换一个环境了，对不对？对，就到台北去。你也比较会打理自己了吗？会，对不对？对，也比较。那你还是一样，人际关系还是不好吗？一开始感觉好像还可以，可是后来是不是自己越来越白目也不知道，就不知道为什么同学也越来越不太喜欢我。只要人家越来越不喜欢我的时候，我就开始不说话了，我就会越躲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会想说那我就更爱我自己好了。你会想办法讨好他们让他们来喜欢你吗？会啊。结果呢？结果还是每一次我只要分组啊，每次我想说应该他会喜欢我了吧，然后每次老师分组啊，然后我记得我是36号，然后每次我都在黑板剩我最后一个号码，我想哎，怎么他们都没有跟我同一组啊，结果就被分在跟班上就是大家最不喜欢的人同一组，然后我就想说原来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喜欢我。总的来讲啦，你在家里面承受的压力有让你在学校里面特别比如说笑不出来？会是不是？会。所以其实你是在一个阴霾下面被压着的。对，所以你跟同学的相处其实并没有摆脱掉家里面的那些妈妈一天到晚跟你讲的那些事情，或是你每天都要看到上演的那些事情。对，所以你基本上不是个开心的小孩吗？是，我不是。对不对？我都不会跟同学，我从国小到长大我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家里的事情，所以他们很难跟你谈心啊。对，因为我都好像自己也不愿意。对，进不去。对，你那时候的自我形象会很差吗？开始不是很喜欢自己，觉得我想要活到30岁就好了，就没什么好活的。对，就30岁。对，家里面没有温暖，外面世界更冷漠，你会不会想回家？
后来高三的时候就因为家里的状况，后来就回家嘛，但是家里还是一直就开始面对更多的问题了，甚至高利贷都到家里去，不到店里直接砸我妈的店，然后甚至有的讨债的直接跑来店里，就是撞墙，他说你赶快还我钱，不然我现在就死给你看。我想说我这么小我怎么还你钱啊。母亲往往是温暖的陪伴，或是倾诉秘密的姐妹淘。对以前的蔡雅涵来说，却是让她面对着写满赤字账本及负面情绪的转嫁者。而身上背负着百万债务的蔡雅涵，只是一个孤单女孩，坐困愁城。就或许她觉得家里很多的重担，好像比较多会在她的身上，关于财务啊，或是他妈妈就是遇到了一些状况，好像都会比较找他，就会让他比较陷入，就是他常常都在烦恼他家里的事情。我记得他家里的状况，以至于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一些人到我们店里，那就是要找他这样子。那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人是怎么会来找你？也不是来要给你剪头发的。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可以看出来他很紧张，但隔没有多久，我们店就被泼油漆，然后他也为此很自责，对公司。对，就是妈妈，因为好像卖衣服，反正不知道妈妈就是之前怎么开票都没有，就是一夜之间呢、就都没有了，然后变成他自己要负债两三百万，因为那时候妈妈可能用他的名字去办信用卡或是什么。都需要他自己去负责，他自己去负担，因为妈妈已经没有办法。那其实他那时候，我姐姐才几岁，我爸他那时候应该还没25吧，他怎么去承受这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打击？一夜之间，我要面对我信用破产，我要怎么？我知道他那时候跟我讲说，他真的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实，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可能他真的有想轻生的念头。从充满暴力的家庭逃出来，本来是想要重新展开他的人生，没想到这个外界让你觉得更加的疏离。你回到家庭之后，面对的不只是家庭暴力，还有就是庞大的债务。这个让你觉得好像也完全没有选择，也没办法面对。你那个时候所看到的家暴问题，有稍微趋缓一些吗？一直到我23、24岁都有啊，一直到大都有。对，那个债务的破口为什么会越滚越大？我觉得除了妈妈没有在工作养我们嘛，那可能那时候有，可能生意如果就是卖衣服的时候生意没有很好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经济上的问题。然后还有，当然我觉得最大就是赌博。然后赌博的钱要还人家没有钱的时候，可能就是跟高利贷借钱。对，那个时候你们怎么样去度过那个最艰难的时期？高利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很努力的帮妈妈看店嘛，就是爷爷让我们开的一个小小的服饰店，然后就每一天不断的一直帮他工作，尽量可以让他收入越来越高，让他可以去 cover， 可能去付一些利息的钱。那时候生意还不错，然后用那个服饰店的一些收入，然后让我们小朋友可以有比较稳定一点点的，可能吃饭啊，可能我们的学费啊，这样子。很奇怪哦，你在同学之间不太受欢迎，但是你顾店的时候，你生意做得很好。可能觉得在客人里面觉得他很喜欢我，我就会更喜欢他，我就会表达更多给他。甚至最夸张的一个客人跟我买了有50万吧，最后是开支票的。对。你这样子可以多少填补家里的那个漏洞，债务的那个漏洞吧？我以为这样子可以填补，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是无底洞，因为最后妈妈带我去高利贷那边借钱的时候，我是那个保证人。然后有一次我在路上，我就看到那高利贷的车子，然后我就赶快躲起来，幸好他没有看到我。你们后来再过的是被讨债的日子，对不对？甚至高利贷都到家里去，不，到店里直接砸我妈的店，
然后甚至有的讨债的直接跑来店里，就是撞墙，他说你赶快还我钱，不然我现在就死给你看。我想说我这么小，我怎么还你钱啊？可是你是填保证人哎，对啊，所以他们会找你吧？会，因为找不到主要的人嘛，那我是他的女儿，当然会找我。那他们会对你怎么样耍狠吗？有一次感觉他要对我耍狠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小聪明就出来，我就赶快说我不是蔡雅涵，因为那个高利贷说，反正听说他女儿好像还不错，长得还不错，然后我就想，哎呦，该不会要带我去哪里吧？就那时候就赶快就说我不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我长怎样。那爸爸妈妈有被他们怎么样对付过吗？爸爸有一次有被高利贷，就是在路上的时候被逮到，然后有一次是他们叫爸爸下车，然后就打爸爸。然后还有一次是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然后把爸爸架走。他是怎么被放回来的？姑姑会去帮忙他。把他带回来。你妈妈有因为捅了这么多篓子又把你拖下水而觉得抱歉，稍微收敛一点吗？有啊，妈妈会觉得很对不起。但是对不起也没办法，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妈妈有时候我又觉得她很可爱，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她很可恶，因为她蛮天真的。她有一次拿我的护照出国，结果我妈妈他在一个礼拜之后，他的护照又办下来，结果我被一年多不能出境，我是被拿护照的。你妈妈的这些行径没有让你开始对他说不吗？以前很小的时候他就常自杀，然后我已经比较大了，二十几岁，快三十岁的时候，他还要自杀，然后我在急诊室陪他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看着妈妈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然后倒带了很多从小到大的一些画面。那一天一夜里面，然后我就告诉了自己，我不想再做你的公主了，我想做我自己。后来我就把头发剪掉，就是那个唯命是从。对，然后妈妈的话就是唯妈妈是尊。对，然后完全配合妈妈的情绪，牺牲掉自己的那个可爱的小公主。对，可是你丧失了自我。对，你后来。开始比较强硬的时候，妈妈的回应是什么？她可以放手吗？不行，她很生气，但她也完全也不体谅你。那开始她就，那时候我开始当助理的时候，妈妈就会打电话，常常说啊，你应该不行了吧？然后我领15000薪水，10000块要缴回家。有时候很急，但有时候家里需要的时候，可能连5000块都会拿走。你当时开始说不的时候，妈妈会开始用言语攻击你？会啊。他都会骂我，然后我都是那种你骂我就进去，我就不会像妹妹会反击的那一种，就是不说了。你就是选择压抑的那种。对，躲到自己的棉被大哭，然后起来又是好好的这样子。为什么你从小到大对别人的情绪要照单全收啊？我觉得应该是我有一次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家我跟爸爸还有哥哥跟爸爸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我有一次就是从缝缝里面就看到爸爸的一个朋友，女生，然后勾着爸爸，然后回家之后就妈妈就说好不好玩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妈妈，我觉得很奇怪，那阿姨为什么要这样勾着爸爸？然后就那一次之后事情就变得很大条，然后我就开始，因为他们就要我在大人面前就说你说到底看到什么？然后之后那一次之后我就吓到，之后我就开始。什么事情我都不敢讲。你会觉得爸爸妈妈后来的演变感情不好，你有责任吗？对，我觉得是因为我爸爸才会这样，妈妈才会变成被打。原来你内心有这么大的自我控诉哦。所以你觉得他对你所有的抱怨跟对你所有的控制都理所当然，你该接受，因为是你害的。对，然后就觉得我要体谅他，他也就是早知道我就不要讲，我讲了就让他们变成这样子。心机在感情上寻找爱的蔡雅涵，却一再的受伤，只剩下眼泪成为她唯一的陪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用冷漠武装自己，再也不让人碰触她的内心。之前是听说她是看到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会讨厌自己，然后不喜欢出门，对，
对，就是极度对自己很不肯定的样子。我们会找他出来，可是他好像你不找他是不主动的。那自残或自杀，其实我并不知道，但是我有打给他，问他你在干什么？我在家里，在家里干嘛？没有啊，我就对着天花板啊。我说啊，就这样。好，我说哦，那你要不要出来？我不想。为什么？我蛮喜欢现在这样子的，因为他都是他说他把房间灯全部关暗，然后他就一个人在房间，他喜欢那个感觉。其实我知道他有一段时间他有得就是忧郁症这个东西嘛。那其实他在那一段日子里，其实我们家是整个都是分开的，我们家所有的人都是分开的。然后他那时候也自己去百货公司上班，然后好像他那时候就是蛮严重的忧郁症，可是那时候我没有陪在他身边，可是我知道他过得很快乐，他有跟我讲过，他心中是充满着一种怨恨。对，在朋友跟家庭当中都寻不到爱的雅雅，到后来怎么办呢？在异性方面，可能年纪也到了就开始想试试看爱情是不是给你一些些温暖，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开始寻找感情，对不对？对，开始长大一些就交男朋友啊然后别人看起来可能觉得我好像会比较不好接近的女生，可是一旦好像在一起之后，感觉我可能会是比较爱玩的，可是其实我很专情的。你第一段正式的感情是怎么开始的？第一段感情就是妈妈也觉得这男生好像还不错，然后我就想好吧，那就试试咯。高中的时候？高中毕业了。高中毕业的时候？对，就跟这个男生，他没多久之后他就开始一直劈腿啊。因为我好像只能，我都是在妈妈店里固定比较多，我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什么约会的那种。他了解你的家庭环境状况吗？知道，他很常批评我的家里，就是交往的时候他都会觉得我家很不好，我的家人都不好，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兄弟姐妹都不好。那也因为这样子，当然我们会有一些争吵，就觉得争吵了就感情就越吵越不好了。但是他又不放手。对，后来是爸爸出面，因为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事情那后来我选择不想要再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了。第二段感情又是怎么开始的？你还有勇气再去谈一次恋爱？就也是妈妈说可以试试啊，反正你就找一个很对你好的人就好，你先不要选择先喜欢别人，先对你好的就好，就不要选择你爱的，你会痛苦，选择爱你的。对对对，然后就想说哦好吧那就试试。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很喜欢这个人。那在过程的当中，这个是让我更可怕，他比较可怕一点，因为一开始很好嘛，什么都很好，可是突然要分手的时候就很激动，非常激动。而且我觉得在一起之后才知道，原来他的控制欲太强了。我不喜欢别人控制我，所以我就不能接受。你那个时候对自己的情绪控管也开始不好了，对不对？对，因为在感情上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安全感，那开始其实更否认自己了。然后情绪上，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波动，已经开始越来越严重了。接触的人甚至更少之外，我也不太跟妈妈聊天了。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跟这个男生吵架的时候，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情绪就很大，但是我觉得不是事件的吵架，是整个情绪的倾倒下来，然后就崩溃，在他们家摔了一堆东西，然后摔玻璃，然后自残自己这样子。所以在那个 moment 其实是已经累积到一个地步，是你就没有办法再接受了。对，然后你就其实你已经开始里面有一点问题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那一次之后大吵之后，我就决定我觉得我实在不想这样子了。就开始，所以干脆结束算了。对，就结束。但是这个男生怎么突然这么可怕，就是越不放手。那我们可能在KTV 唱歌的时候，他可能冲进来，那后来就把我带走嘛，然后就到山上去，还拿铝棒出来。那时候有被打这边黑青吧，然后就觉得好可怕，这个人真的是疯了。而且他把门旁边不是门的中间这里不是有那个
可以反锁，就是外面才开得进来，里面开不出去的。我就觉得好可怕哦。那他想要干什么呢？他在车上有跟你威胁什么吗？有啊，我说就是他问我要不要跟他和好，我说我不要，然后我越讲不要他就越激动，然后就拿铝棒照，这样太可怕了吧。他那次绑你绑了多久？那一次应该有两三个小时以上哦。你后来有要抓他吗？我要告他，我想要告他，可是后来当然是他爸爸出来，就是不要这样子，然后也跟我们道歉啊什么的，后来就算了。可是其实造成我心里是一个很大的不平衡的，因为我觉得我家里已经没有给我很多爱，感情上面没有爱就算了，我觉得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觉得家人没有办法体会到我的心里我真正需要的，他们都觉得只是一个很男女朋友之间的一个吵架，可其实在我心里是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阴影。我以前会穿裙子，然后可是我因为这样之后，我不穿裙子了，我开始觉得有点好像有点怪怪的，怕别人碰我，我怕别人靠近我，怕别人看我，我就会开始很紧张。雅，你到什么时候才真正被提醒说你要去注意你心理上是不是有生病？那时候因为这段感情结束之后，然后我妈妈就说啊，不然你去念书好了，去认识一些朋友。后来我就去读书，然后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学校的老师他是心理医生，然后他就一直跟我同学说你要注意一下他哦，他真的怪怪的。然后老师当然也有跟我提过，可是我说没有哪有，可是其实同学真的是后来更关心我，可是他们说，就是用柔性的说，那不然你去看医生。我说我不要啦，因为他们就觉得我有病，我就觉得我不想再跟他们在一起了。你那时候自残的情况还有持续吗？没有，可是我开始就是我也不喜欢开灯啊，在房间里面我不开灯，然后我也不是很喜欢出门，然后我不喜欢接触人群，然后甚至我那时候也没有在通，没有电话在通的。对，很怪啊。很怪哦。对啊，那时候蛮怪的。所以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忧郁症？我觉得是。你就是没去看就是了。对，你就是隔绝那些想帮助你的人。对，你到后来连门都不想出，那怎么上班？没有，有一阵子没有上班啊。那你都在家里干嘛？没有，就躺着这样子啊。会想哭吗？会啊，我常常都会想哭啊。很严重了耶。对，会想哭。 我就握着爸爸的手，从来没有握过，就握着他的手，就说爸爸你不要再这样对妈妈了，我就一直哭。我说因为爷爷他最不希望看到我们家这样，结果爸爸竟然在我面前他也一直掉眼泪，他说我也不想这样子啊。要跟我握手，说干嘛？他说你好热。一有空，蔡雅涵就会帮着他的老板邓淑子整理头发。这位引领他进入美发界的恩师，不但看出蔡雅涵对外在美的敏锐度，更看出他内心的渴望。就这样牵引着他找到了爱的源头——耶稣。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共同的一些背景，所以他的心情，我想我大概能够体会得到，所以。我能够感觉到他不想要分享的那个部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自己也去教会，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自己觉得得到很多，也释放很多，所以我就想，我带他一块去。如今的蔡雅涵带着外甥在公园玩球，冷漠逐渐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位单纯可爱的女孩，靠着信仰，他们重新找回那甜蜜的家庭。我那时候就是好像也走不大出来了，他就开车载我去来了教会，然后一直抖一直冷，他还是这样子保护我，然后就很关心我的身体健康的，就是觉得说妈妈要身体健康，一直要带我来教会这样子。觉得他是
比较懂事的，比较开朗的啦，那就是尽量那种跟我们亲近啦，哈，在这方面啊，那种总希望我们真健康快乐啊。眼泪还是没有办法止住他的忧郁，嗯，爱情、亲情、友情都找不到，其实都变了样了。你后来是认识了一个良师，才让你重新开始去面对原来还有另外一种爱是你从来就不知道的。你是怎么认识淑子老师的？那时候我在他那时候在美法院，我是当会计，然后就那时候认识了，然后他也很关心我，然后我也觉得嗯，怎么可以跟他讲话他都不会像以前别人这样对我，就会很认真的听我说，嗯嗯，然后后来当然离开，后来没多久离开了，没有再继续那边工作了，嗯嗯，然后后来淑子老师出来开店了，然后有邀请我，就想说好，那我继续去当会计好了。那后来当会计之后，淑子老师说，我觉得你学技术的话可能会更好哦，然后就想嗯，因为蛮喜欢，越来越喜欢，后来就开始工作，就开始学美发。对，你妈妈赞成你学美发吗？不赞成，因为他的店就没人帮他顾了，所以他就说不好啦，那个不好啦。对，那你真的要学的时候，他同意吗？他不同意，所以我就搬出来了。你是有天分的，对不对？对，在大概一年半左右，我就当了设计师。哦，那很不错啊。对，当了设计师之后，你的人际关系有一些改善吗？你自我形象有一些改善吗？没有，你都没有。从助理开始，大家也不是很喜欢我。然后，可是我就想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连这样他们都不喜欢我。我就想说，算了，从那么小，这个方面的抗压性我已经越来越高了，所以不喜欢我就算了。然后就可是当设计师，你要跟客人互动啊。我跟客人就很好。厨子老师有跟你讲过什么要你调整的吗？有啊，他说你有时候你可能不会看人家现在这个脸色是不是已经不能再讲，结果你又继续讲这样。我说我真的看不懂，我真的看不懂。他说所以你有时候很白目，你知道吗？我说嗯，可能吧，我真的蛮白目的。老师后来其实因为他知道人能做的事也有限的嘛，对不对？对，所以他后来用什么方式再继续帮助你？他可能也觉得我情绪上有一些问题，然后可能他很像姐姐一样，他都会跟我聊一些家里的事情。那他越来越了解我，他就觉得我可能可以接触到教会去。嗯嗯。后来去了之后，我就看到教会的人，哇，怎么都那么开心？我想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地方是有这么多笑容、这么开心的地方。那你是为什么原因留在这个教会呢？那时候我去教会的时候，大概两三个月吧。然后我就觉得有一次牧师就说，每一次牧师都会说，可以领圣餐，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就看好多人站起来，我说啊，好好哦，我什么时候也可以这样。结果后来隔没多久，牧师就说，如果你想要成为他的儿女，就是想受洗的话，就可以就是举着。然后我就想说，好，我要，我要，我要，我真的要。然后就觉得，哎，这次要既然是牧师说天上那个天使都会欢呼，哎，就觉得哇，第一次有人这么欢迎我的感觉。真的吗？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我要，我要受洗。好，你受洗之后，你心情有改变吗？你的忧郁症的状况有好一点吗？开始面对，唱诗歌，听讲道，然后读一些书。这对你有什么帮助啊？很大的帮助，我可以在一个，就是只能在教会我才可以，我崩溃的哭。可是我平常的时候都是不行的。那个哭跟你在家哭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在家哭是会埋怨，就是怨恨，然后哭出来那种愤怒，然后就觉得我要更强。可是去教会哭的眼泪是觉得，我真的觉得有人在爱我，会让我擦干眼泪的时候是更勇敢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国外的牧师，他为我祷告，他说，艺人的路是难走的。还有一次，透过一次有一些新加坡的一些小组的人，然后来到教会，然后为我祷告的时候，他说你是分别为圣的，你不要压抑你自己，神很爱你，你所说的他都知道。然后后来最后当然送上我一句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万事由心发出。
他有告诉我要我选择原谅老恕。我开始面对，原来我有不原谅，我有不老恕。嗯嗯嗯嗯嗯。然后我以为我对我的家人，可能过去伤害我的人，我都老恕，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是、哦、我一直都没有。那我们就来先谈谈那个你最恨的爸爸。好好好。你后来怎么回去面对他、啊、因为有一年大概两三年前爷爷过世了。爷爷还没过世的时候是爸爸在照顾他。嗯嗯。那后来在办丧事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就是还是有吵架。那妈妈就因为这样子又自杀。然后他说你不能跟你爸讲哦。然后想说好，我就不讲。那我看着爸爸，爸爸来店里找我，那我就跟爸爸说，我就握着爸爸的手，我从来没有握过，我就握着他的手，我就说爸爸你不要再这样对妈妈了，我就一直哭。我说因为爷爷他最不希望看到我们家这样。结果爸爸竟然在我面前他也一直掉眼泪，他说我也不想这样子啊。可是也就因为这样子一次开始，我们的关系开始不一样。所以你在心里面开始跟爸爸和好了，对，你要去饶恕你里面的那段破碎跟愤怒。可是反而为什么到后来你甚至在教会里面了，也得到很多力量了，短裙也可以穿了，对，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回头去照顾妈妈。因为我觉得我开始跟爸爸好了，可是我开始越来越讨厌妈妈。因为我觉得他开始越来越不爱自己，然后一样这样子吃安眠药到这种程度，他安眠药是吃得很严重的。有一次我妹妹打电话给我，他一直哭一直哭，他说妈妈真的没有救了，因为家人已经决定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然后我就那时候在电话那一头的我很冷静，可是其实我眼泪一直滴。那时候我就在电话里面，我说我以后每天回家陪你。我就那一通电话之后的隔天，我就每一天下班回家就先回家里，然后跟他一起敬拜赞美，然后读经祷告。妈妈听得懂吗？那时候他，我觉得他好像听得懂又听不懂，因为他就当他很恍惚，是不是非常，因为他电话都会拿反颠，他字都看不太懂的感觉。然后三个礼拜有一天妈妈突然戒药了，她开始戒药。戒药的时候，妹妹也很紧张，她就去查了资料，说医学报道说一戒药会有癫痫发作。我说应该不会，结果隔天就发作。嗯哼，妈妈把两颗牙齿咬断掉，然后她就去住院。我爸爸带她去急诊住院，那住了一天一夜，医生说，你如果要让她继续住院，是没有办法的哦，他是要到精神病院。那时候爸爸本来想帮他送去，结果真的听到医生这么讲的时候，爸爸说那我把他带回家。回家爸爸连续每天都在他身边，那三天爸爸没有来送饭。我想说怎么没有来，我不敢出门，我一定要照顾你妈，真的是吓死我了。你后来在妈妈身上看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出院的隔早上出院，晚上我想要下班先回家看她。结果我想哎，她怎么在讲电话，我妈妈好了就会一直讲电话。然后我想说怎么一直在，因为她讲电话对象永远就是我阿姨，都不变的就是我阿姨，一直讲电话，这边讲讲那边讲讲。我爸爸说你用 LINE， 他说好了你帮我用 LINE 好了，那个才不用钱，可以讲很久，也讲一直讲。我想她好了怎么会这样子。哇，所以经历过这些血泪交织的过程，一路走到现在，结果反而你们家是团圆了。对，对不对？对，而且是处在一个彼此照顾的关系里面。对，我们家的关系变得，我觉得变得很甜蜜啊，很幸福啊，笑声很多啊，然后会有，虽然会有斗嘴啊，可是就是那个笑声的氛围会让你整个人的心是很喜乐的。所以你也可以开始唱《我的家庭真甜蜜》这首歌了。是，我从小都好希望我唱这首歌。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跟观众朋友做分享吗？雅雅，我觉得我不能选择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我可以选择我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因为我觉得相信就会看见。其实我想如果任何一个人都一样，你再健康，如果亲情友情爱情全部都被毁掉的时候，这个人应该都会自暴自弃吧。其实这打个比方，就像是我们在保养西装的时候，我们知道必须要把手机拿掉，
钱包拿掉，钥匙拿掉，要不然这个西装就会变形，会被拉坏。我们在做心灵保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雅雅里面太多太多太多太沉重的东西压了太多年了，但是还好他遇到了一份很特别的爱，慢慢的帮他把他的忧虑拿掉，把他的烦恼拿掉，把他的愤怒拿掉，那个不原谅拿掉，把那个自卑拿掉，让他可以重新恢复到健康的人格，有健康的灵魂，就像上帝送给他的那句话一样，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说你也觉得你很沉重，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人生，已经开始扭曲变形了，或许你可以试试看雅雅的方法，向着那位爱你的神低头祷告。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每个人呢，其实在想，都希望过的一个很快乐的童年、年轻的生活、婚姻的生活等等等等。但是有许多事情不是我们所掌握的，不快乐。蔡雅涵，我们这位姊妹，从小就觉得，哎呀，在家里不行，要出去，一直在寻找。寻找平安，寻找快乐。我在想，在我们电视机前面，一定有一些朋友也是如此。怎么我到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我找不到，该怎么办？我们看见了，蔡雅涵姊妹，经由她的老师，把她带进了教会，不是教会。是进入到这一个上帝所组织的团体里，他认识了耶稣。亲爱的朋友，我们从这里看见了他后面的生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也在想，在电视机前面的你，你要不要寻找快乐，寻找平安？你有的困难不能解决的，要不要借着机会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见证人。蔡雅涵姊妹，她诉说了她自己的成长，我们也看见了，真的她有她的苦楚，但是没办法解决。我也想到，这位老师愿意把她带进教会。主啊，真的我也在想，求主你帮助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也让他们有勇敢的走进教会去，去寻求真正的平安，寻求真正的爱。不能解决的问题，透过了耶稣基督能够让他改变。谢谢你，我恭敬为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没办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可是我们看见了，在耶稣基督里很多的事情都解决了。圣经里有一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朋友，希望你就近进入到你附近的教会，让上帝的爱触摸到你跟你的家人。上帝赐福你。